for dinner? No, I'm married, sorry. I'm married. Okay. Sorry. 后位要上。可以上啊！好的，宇文姐，最尊敬的宇文姐，终于把你盼到我们球场来了。在篮球场上，我是可爱的文文，加油 ，Happy， 加油 ，Happy， 加油。没关系，先干嘛？先不要那么激动，因为我们自己有啦啦队。再一次跟你说明，我们啦啦队甄选是很严格的，请你不要想要滥竽充数之类的，好吗？不好意思，而且你要跳，我以为跳，本来 Pink Venom。请问呢？为什么还不把这个奇怪的人赶出去？好，我们感谢台平的总经理，他校园带我来跟我女儿一起看篮球赛，开心了。那我邀请了你那么多次，对不对？终于把你看到，我超期待这新的一季嘛，对不对？那我来看看篮球场，来，哎呦。可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样走进来，感觉好像我从来没有站在底下过，从来没有，对不对？没有。如果你高兴，你现在拿个球去投篮，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啦，因为我在。你在？我不知道。哎，你这么有权势哦。比如说在录影的什么，或者出外景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这么瘦。对啊，你现在去投篮去。我现在去投篮。去。总经理，你觉得我的头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不要乱人家好了，让人家好好热身，好不好？这是你们球队的吗？这是我们球队的。哇，好期待哦！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不是因为你们有跟另外一队，我其实没有很懂篮球。自从我爸过世以后，篮球我就把它收起来了，真的。刚好帮你抓来，我们球队现在最帅的，球队最帅的小帅哥。他叫什么名字啊？对，他叫做。Michael， 他一定是后卫吧？对，没错。因为我会以后卫来说算是高的。对，这个大概182，182。你看我估男人的身高很准。你估男人的其他东西也准。我估男人身高跟长短都非常准。哎，好险我女儿还没进来嘛。对。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今天呢、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我们球队算是。最强最重要的一个主力球员今天受伤，他是谁？因为他听说你要来，所以他就受伤。杨玉兰，你应该听过。小玉兰，我知道，他很厉害哎。他知道你今天要来，他就受伤。我去医院看他。不要乱讲，他老婆女儿都在。好，我们先讲一会儿。我好想要跟杨将讲话哦。Hi， nice to meet you。这个帅吧 ？My name is Winnie， and what's your name？ Matt。My name is Winnie。Single, I'm a beautiful woman. Do you want to invite me for dinner? No, I'm married. Sorry, I'm married. Sorry, his wife, very beautiful. Okay, more beautiful than me? Of course. Really? Oh, I'm sorry. I apologize to your wife. Okay, but how old are you? I'm 30 years old. 30? Yes. Oh, so young. You guess. How old is she? See, you guess. You guys all look so young. I'd say. 24. 24, you sure? 46. No way. Oh, 45 lah. Okay, really? Wow, that's insane. Wow. I got two daughters also. Yeah, okay, I've got one daughter as well. Okay. Yeah. Hope you guys can play games very well today. Because I will cheer up for you. Good.六号，请
看他现在给六号，那是中锋啊。你看他抢球了。四东冲过去了，对，这是前锋，他给到前锋，然后现在给过来，好，这后卫要上，后卫要上，哎，上啊！冲过来！小的受不了了，现在第几节？第三节？第二节吗？第二节吗？第二节，好。那我们看他可以睡到结束，好不好？好不好？来，我们跟总经理说谢谢，总经理，谢谢你。你的位置是？你是打什么位置？我还不知道。什么？哦，好。那我觉得你应该会打中锋哎。有一些姐姐们也说我应该会打中锋。因为你现在长得很高了，对不对？对。好。那你觉得那个你以后可以跑得比他们快吗？不一定。那你还想要继续打篮球吗？